为着要救援流浪狗，有画家最近在宜兰办公益会展，佮要将卖出去画20%的价值，是关乎抢救流浪狗的主点，要提来做生命教育基金。所以我是用红色的来做主题来发挥，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家的狗就是它是比较热情，比较有一点活力。画狗做主题，红色是主色调，表现出家己厝的狗是这么热情，佮有感情。画家陈日升最近伫个燕山乡，伊拢爱看见希望做主题办理画展。假使讲画展的画若是成功卖出去，20%吼，会佮投入去流浪狗的救援。那我们来这边看画展以后，如果有这个缘分来收藏作品，我们会捐出20%来帮助。默默书画展顶到8月7日，拢总有30幅。詹日升的画作是以心灵安踏来做创作，逐幅的收益拢会来到这当年照顾流浪狗的默默册店。詹日升甲册店的头家康树凯，伫5年前阁捌做伙来救狗只流浪狗，因双人拢有饲一只。伫画内底，这只红色的狗阁是苏东时认养的。默默书店一直长期在做一些生命教育的一些课程的推广。然后大部分都是公益，没有收费的。这些流浪狗常常都去给人喊，也是讲去打到人抓野兽的腹肉。为了救这些受伤的狗，康树凯伊长期来投入心血，伊希望这些画作会当顺利卖出去，来成做册店内底办理生命教育的基金，并且刷咧来做救援的工作，会当让更加侪流浪狗有人来疼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